近日，运动生活方式品牌 Lululemon 好状态运动长廊在上海徐汇滨江圆满落幕。一周时间里，30余场社区活动与体验共吸引近5000人次线下参与，感受身心和社交维度的幸福感和好状态。华灯初上，乐舞动点亮好状态绿洲，品牌大使刘逸云带来两首动感活力的歌舞表演。随后，青年舞蹈家谢欣惊喜登场，与 Amber 合作演绎 No More Sad Songs， 以明快的节奏、积极的歌词、富有力量的舞蹈将氛围推向高潮。一周中包含乐舞动和对话的6场亮点活动也同步于线上直播，吸引将近3000万人观看，将好状态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。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有机会在舞台上跟大家玩，和我也很喜欢就分享我的好状态是怎么保持，所以很谢谢Lululemon邀请我来这次的活动，把我们的好状态分享给更多的人，并且分享如何探索去找到好状态的这个过程。那今天在这个滨江的沿岸也看见 Lululemon 把这里布置得非常非常的有运动的气息，然后好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找到了一些社群的伙伴，像是一个社交的地方，大家因为运动而找到彼此之间的快乐。此外，除了上海西岸，一起好状态活动还在更多城市线下开展。无论身在何处，或静或动， Lululemon 全国100余家门店将持续携手大使，连接彼此，提升人们身体、心理、社交维度的幸福感，把好状态传递给更多人。